这停车场高度很低。刚才网友有拍到，我们距离啊，上面这个风管跟水管吧，只差3公分，真的差，车子再高就真的不行了，这台车太大了。这是我们住的民宿，Airbnb 啦，外面的环境这样子。现在我们一进来刚好下起大雨，还不错，还蛮幸运的，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行动。刚才在那个农夫市集，天气很好，现在突然变差了。今天的下个行程，Trader Joe's 超市，来看看有没有这几天，我们在这个民宿要住3天，来这边补一些酒水跟食物，哈比友人。大概长这样的。生菜啊，不是我，大量的生菜啦，吃之前要先吃生菜啊。蓝莓一整盒的，哦，草莓多少？4块，买，挑一盒。还蛮夸张呢。好多的冷冻食品，冷冻披萨，冷冻蔬菜，冷冻水饺，炒饭。优格对不对？我们可以加希腊优格，你们敢吃？然后又很好吃哦。各种起司，再买一口气。有吗？等下就是这个肉。九区。目前买的这些，差不多，OK 了。你们带着走，反正这几天早上1人1片，想办法把它吃完哦，不要浪费食物哦。拿了就要有责任，不要浪费食物。超商外面的街景，这边有一台那个快餐车。现在下班时间了，超商里面人越来越多。就是一家超市，没有他们以为的那么大间，就买方便这样子，就比较像顶好全联吧，那种大小的规模。买起来呀，看起来是要买2天的分量，3天的分量。先放后面，好好闻。所以你们换成小瓶的，不是买桶的、哦？
齐心齐力啊，赶快分装。啊，你们水本来不是买大桶的吗？比较贵。啊，比较贵。哎呦，看这么精打细算啊。分装分装，这一堆买来几多少？我跟你说买多少？买了137，算140啊。140美，三四十的，是买了4000多，这个就厉害了，你们。这地方又自己补了一个小猴糖。Trader's Choice 购物袋，哪一个？这个？这个最贵啊！干，这个上面连 logo 都没有，太冲了，我不要。我要买就要买 logo 的。胜利棒，胜利棒，买哪一个？干，硬要买这种包包啊，这种帆布袋家里多了跟什么一样，硬要买一个。买完了，要回去了，弄晚餐。台北时间也是开始上班的啦，已经开赖已经开始收到那个一些工作的讯息。这间没有很大间啦，逛了快逛了一个小时，神经病。走了走了，我们去完成采买。完成一个打发时间，打发今天晚上时间。待会要去中国戏院看看。同意吗？对啊。那我们把东西冰回去，不要坐下来，因为坐下来会松懈。该冰的冰冰就出门了，好痛。军事化处理。我们被制约了。终于从大门出路了。因为大门口长这样子。好美事，现在在美国，干美国就在美国，干在美，妈每次看到那个妹妹在讲说，哇，这个东西好日式哦，靠北干，你明明就在日本的。我们现在要去那个星光大道走一遭，然后 Bucky 一直说星光大道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人，说比较萧条了，现在就要去证实一下，是不是如他所说。还是道听途说。我们那一次还是因为有那个首映会。哦，对，我看你记忆那么好哦。好厉害了。我们要去那边看一看，瞧瞧。哦，有经过便利商店，开去便利商店买个什么东西、啊。刚那一家超市有一些东西，证明他是为什么喜欢去日本玩。饮食习惯太像，便利商店可以买到所有东西，还有超市，什么水煮蛋啊、生菜沙拉、啊、什么有的没的。当然，每个地方都有好玩的地方啊。美国的东西分量就是蛮有够大这样子。那边应该是等一下要摆路边摊的感觉。这边有两个 runner 跑起来。跑起来。runner。对。我在台北是跑友，星光大道路上已经有开始纪念名单区，星光大道等一下来看看有没有认识的。走到这边，那你去他没有办法开车去，没有地方停。我还记得上次去哦，停一个还蛮有点距离的，好像停在那个纪念品专卖区那一栋。我们之前也是从那个方向过去的，感觉是。哦，不过这个确实，商店怎么这个时间就关好多？很明显，一个景点区域的观光客很少，是还蛮明显的。就地重游啊！
人潮确实少很多，对面卖麦当劳。哎，有印象啦，这个我们要我们有走进去啊，这个我们有来过啊，几年前我们要走进去，就地重游，哇，人真的少非常非常多，非常惊人的多。下礼拜一啊，奥斯卡颁奖典礼，红地毯啊，柯达，哎，现在柯达影电影。柯达影城还是柯达吗？我记得要改名字了。这是红毯。对啊。现在是柯达吗？我记得是柯达。啊，杜比啊。因为刚好碰到那个上次来是老板不是很饿的那个首映，然后这次来又刚好碰上奥斯卡的颁奖典礼红地毯。然后到时候走一走，就进去里面。我记得现在好像不是柯达戏院，现在叫杜比。中国戏院，哇，这个人潮真的少有多。哎，那个沙丘，现正热映中。我们出国前有来看。上次来是那个杯面。哦，好夸张，人少好多。快点从有再拍一张合照。闹一下，十年后我们又来了。弗拉克，以前好爱 Jordan， 现在比较不疯了。被他们监控了，他们要打烊了，我们要撤。走来，干这一双 LeBron James 的，虽然我很讨厌它，可是这双我很爱，250美。这边商店七八点就关了，人潮超好多，这个东西有了。我们要回去了，这球衣都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看起来应该是假的，在纪念品专区瞎逛，看到自己的名字，像哦，这个不会比较好，不会，那个质感很烂，看过哦，我觉得这个字的排列，哎，这个这台快餐车引起我们的好奇，哦，不是拉面啊。Taco， 那是 Taco 那一种啊。哦。他这个都没有秀价格。然后去对面的 Seven。进来 Seven 公定价啦。干，这边公定价啦 ，Seven 价格还比较妥当。哎，这个还有小片的啦，哎。小片的不错、啊。但小片的还比较可爱。不错。来补食物，逛逛 Seven， 逛逛 Seven， 他们也是能量饮很多的国家。能量饮，十二冰，长这样子。我们要挑一下那个美国能量饮，2罐5块，可以看吗？哦，沙威玛啦，沙威玛啦。Behave yourself. You know you're out of oil. I want to get more beer, cheese, and chorizo. Chicken. I really, I didn't drink it. I have so much leftover and I have breakfast.
领皮现用。啊，干美户做行李。这是不是台湾也有吗？六。哦，这站这站。谢谢放就给你弄，要不要就给你弄。我给你单子买面。啊？在弄什么？这个是夹的。啊，夹什么？夹的酱料。OK。有几个我们着手准备晚餐，那个牛排大师正准备煎牛排，刚才去筋膜去了很久，然后我们这边刚才准备的生菜，然后花姐刚才弄的那个微波通心面，还有水果，啊，刚才楼下买的那个 taco。那想说大家一起吃，所以还没有开动，应该冷掉了。然后啤酒，比较奇怪的是，美国是啤酒的大宗，可是刚才去那个超商的时候，啤酒的数量很少，连百威都没看到，你就随便买了这个牌子，不晓得好不好喝，等一下喝喝看。哎，如何？嗯，我。比较味道比较重，偏苦。嗯，没有海泥根苦。哦，没有海泥根苦就还好了。嗯，你喝喝看。我买这个牌子啊，没看过。刚刚拉一个美国人。对啊，美国喝啤酒喝那么多，可是都连百威都没看到，不晓得为什么。刚连续 seven 也都没啤酒，好奇怪哦。颜色很重啊，但是不会很苦。海尼根反而比较苦，对啊，还有没什么酒味，不晓得，这应该是啤酒吧，应该是啤酒啦。6.2% 还蛮高的，希望可以醉啊。我喝一点。哦，太好了，要等久了。要先等，抽筋。肚子饿了吗？有一点。我觉得可以先吃了，因为这个还要静置。肚子饿了吗？很饿。饿了。嗯。先走了。我、哦、这个很厚哎、欸。对啊，那把它的佛爷汤那么厚，真的是好的。这一块你说多少钱？13。我不知道，这两块。390。三百九。三百九。这样两块。13啊。13啊，一块13啊，对，一块300，大概400多，嗯、这两块大概八百。啊，你们常买肉，这样是算贵啊？我不知道，你看起来好像是那个美式那个美国家庭的吃法，有生菜、水果。嗯放你盘子就可以了。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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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要加吗？那旁边啊，我那个乱放旁边啊。切烧。你刚刚搞半天都没有。哦，专业。刚好用那个肉的油。有奶油哎。刚才忘记买奶油。太专业了啦！干，啤酒哪些啊？切糟切糟，用啤酒也行哦。随便。哦。现在有。干，厉害啊！
太专业了。有强迫症的一直在收现场。哦，这个路口的那个摊贩那个屋台，这炒洋葱实在是太辣了。如果刚刚路上吃了好几个，舌头肿起来了，好肿。水，对啊。对啦，腌制的根本完全不会辣，好不好？啊、你都没有辣感了。嗯，腌制不会，刚走回来就吃了很多遍。哦，那个好辣哦！我嘴巴现在是看到有人跌倒就很好吃。你们都被辣到是？这个生菜是不是有气死？生菜，我就一直知道气死。哎、欸，你怎么厉害？他那一盒有气质粉啊。Kobe 跟老爸都说过，他知道他们的球迷这一辈子可能存的这一次钱只会看到他们打这一场。希望 Curry， 但是也希望他不要是受带伤上阵了、啊、但是可以尽快神奇复原。神奇复原啊，拜托。不然飞那么远，然后其实这次的旅行确实就是想要来，虽然只是就地重游，可是就是想要来看球赛。哎、欸，很贵呢，干，快到二楼25000哎，25000哎，哎、欸，我们上次去 Staples Center 还买到球员席后面第六排，也才12000而已哎，哎、欸，现在是两倍价钱，还坐到快二楼哎，很夸张呢，太硬了啦。小伟，我知道你也是勇士球迷，但是你刚才传那个消息给我们，我觉得你那个样子，我跟小凡都很不爽。你明明就爱勇士，你为什么这么故意？所以我刚才下了一个诅咒，你今年会赚钱，但是你的案子都他妈很难接。你今年会赚钱，案子都会赚钱，但是很难接，接到你非常痛苦。所以说你再给我集气哦，我们3月20号去看 Curry 他上场，不然你案子他妈难接死了，再见。